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《传说有三宝》，老板们一九九吃大饱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看我们第33集 ，Let's go。好，来第一位，他是哪位？靠腰，我们前线人忘记了。OK， 他只打了满头问号。好，满头问号，我来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来吧。OK， 好，飞了下来。小小，他怎么死啊？他这个应该是那个新的模式吧？他这个应该是新的模式吧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新的模式的。我刚想说奇怪，怎么有东西烧到他了？应该是新的模式啦，这应该不是 bug。这个我还没有玩过，这个还请各位帮我解释一下。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。好，再来这位呢？他说什么超懒蛋阶级？我看一下，哇操，你们的组，哎，你们是接一个 combo 哎、欸，我看出来了。你们是要接一个那个什么麦克斯飞大，然后这个叫什么雅莲站在那个这个叫什么赞尼尔旁边，然后麦克斯快要到的时候赞尼尔飞他，然后雅莲顺势飞在这个赞尼尔身上直接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接戏我跟我朋友有玩过，很靠背，成功很靠背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来麦克斯开大，好。阿素斯 ，Let's go。嗯，不是啦，太早开大了啦，靠背哦，白痴哦、喔，喂，有人楼下了啦，来，我教你们怎么弄。来，各位，如果你要这样子弄的话，麦克斯有没有快要撞到的时候再开？真的，反正你不急。为什么？因为麦克斯他绝对贴得住敌方，他还有二技能。所以你宁愿晚一点到，也不用讲求说什么我一定要同时砰下去，哇操，超帅！不用，不用，你就等他快到的时候你再开就好了。其实就是等他快到。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成功的话，我们后来研究的就是成功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等他真的快要到的时候再开，你不用急，这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娱乐娱乐，触鼻触鼻啦，触鼻触鼻就够直接。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位。好，来，再来这位呢？选线人员叫我从一半开始看，好，从一半开始看。他写说麦克斯超严重 bug， 我怎么停车了？这是观众打的哈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出了什么问题。嗯，要开大吗？抱歉，他这画面有点卡卡的。麦克斯大局亮起来 ，OK， 开大了。多少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他怎么没有？他哎、欸？他转，因为他这时候才有大，然后他这边，了一下，就是代表说他开大那个，那个是要开两次，第二次的时候大嘴才会飞过去嘛，才可以指定人，所以他先开，然后有视野。第二段大嘴，他瞄准的是，他瞄准谁啊？哦，他瞄准的是赞尼尔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一个红框，他瞄准的是赞尼尔，看一下，他瞄准的是赞尼尔。哎、欸，他也在霸体耶，他在飞的时候是霸体，他为什么也在原地啊？然后突然又有那个飞下来的符号动画，因为他下来之后，他会有一个翻车。翻下来有没有？他会这样翻下来的那个动画？哎、欸，大小，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没遇过？麦克斯会自己下车哦。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啊，就是麦克斯会被安奈特卡住，或是如果有艾瑞，或是那个什么阿莱斯特，你是可以在他飞到一半的时候直接这样，压制他的哈，压制技能是可以把他压下来的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安奈特的大绝，是可以把那个麦克斯会这样。抵在外，他就会这样卡在墙上，这样飞不过去，就很好笑。可是这个我第一次看到，这个感觉是 bug 哦。他有放去啊，他有上去啊，
啊，这个也在霸体啊，怎么突然就，他还在走哎、欸，好奇怪，我不知道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有点奇怪，而且这是重播系统，在应该是 bug， 官方说一下，你不要跟下面一位。好，来再来这一位，他说你看不到我，好的，我们来再看一下，处理一技能。哎，干啥小？是不是因为他被吸引？因为苏黎他也没用一技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比比吸他啦，比比吸这个苏黎，然后他这时候刚好也被翻，所以呢，这时候他在皮皮的那个肚子里面，次元那个空间里面，只是他算他在这里，不对耶，这样有点 bug， 因为如果你被吸到的话，你应该是在皮皮的肚子里面的。可他一瞬间在被吸的那一瞬间，他会被算是被翻出来，对吧、啊？不对不对不对，他应该会被皮皮吸走才对。可是他却进到了一个异次元空间。你看他最后面是把他吃掉的、啊，他把他吃了，然后链子还在这个苏黎在这个皮皮的肚子里。你看他上面有没有？这里有写一个，他上面是他是吸住的这个苏黎。所以这个时候再翻是有用的，那我觉得这算 bug， 因为他这样子应该算是在皮皮的肚子，你看他被吸进去啦、啊，被吸进去之后还可以被翻出来，那等于是皮皮怎么被他拉出来，这样有点恶心，也很奇怪、欸，就因为他这是重播系统，然后他是开全部的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，所以他的这一瞬间，照理来说他应该要显示在这里，要不然就是他应该是跟那个什么那个皮皮在一起的。可是你看小地图，你看小地图，苏黎在这，皮皮在这。你看小地图，苏黎在这一瞬间，他虽然被吸进去了，可是他系统却判定苏黎在外面。你有没有看到苏黎的头像在这里？他判定他在这，他判定他在这，然后才出来，好奇怪。皮皮其实蛮多 bug 的，我想说皮皮的异技能有时候可以断招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奇怪，他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修。皮皮的异技能明明就不是压制技能，他竟然可以把雾奇的那个解封异技能给挡掉，超奇怪！你自己去试，超奇怪的。雾奇的异技能不是解封之后不是霸体吗？皮皮按一下异技能，他就把它拍掉了，真的超奇怪的，超好笑的。你就来看下面一位。好，再来这位雨神白同学，他说飞龙在天，干你是多大？哦，不是，这是小兵打。哦，抱歉，小兵确实年纪蛮大的，跟我的一样。飞龙被确定，兰州，干你在哪？我操！啊，你怎么在这？我看到了，哭啊！原来你一看就在这哦。我刚没看，我刚以为你是艾里靠飞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你怎么飞那么远？你这是训练场。你怎么可以飞在四天上？很小啦，你这怎么弄的、啊？小兄弟，你这怎么弄的、啊？留言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那就在 Giga， 那就喝酒。我们就来看下面一位。好，来再来呢？我们选件的人说他的夜叉不好玩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来吧。哦，勾到三。他不是绑到了吗？我刚有看错吗？顺绑，对啊，绑到啦，绑到啦，使用角斗场露出来了。不是，很奇怪的一点，他除了被大到以外，然后大绝不见以外，他飞的位置也不对耶，他蝴蝶在这哎，他蝴蝶在这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他蝴蝶在这？啊！怎么飞来这了？他蝴蝶在这，他被绑在这，他却飞来这，这什么东西？原来死亡斗角斗场可以被取消，是不是？我只知道死亡斗角斗场可以被皮皮吸掉、啊、你们可以去试一下，就是如果有人被绑，然后皮皮可以把他吸，皮皮可以把他吸走，可以救你队友。只是这个，干这假的啊？蓝图可以解哦，真假的啊？
太奇怪了吧？他明明就被绑到了，哇，这 bug 啦，这 bug 啦，他明明就被绑到了，而且他飞的位置很不对啊！你看，哎，我们刚刚截到这一个，他蝴蝶在这，他却飞来了这，链子还在他身上，是啥这太好笑了吧？这什么啊？哇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跟这个墙应该有关系。传说地图的那个，传说的那个地图的那个石头啊，真的都有一些问题。我跟你们讲一句，讲一个东西，你们不要觉得我在喷笑，是真的，真的，我发誓，真的发生过。我之前玩兔兔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史安之，我从家里的温泉，就是这个温泉的这个沿着这一条，我斜着跳，我后来都没有成功过，只有那一次实战的时候不小心成功过。就很奇怪，就很好笑。我那时候要从家里跳出来，然后要赶路赶到我的一堂。我斜着跳，我斜着跳这个墙，我从家里这样跳，我大概从这个地方跳到了这个外堂。真的，我整个飞超快，我就咻，然后就到一个，突然就到这个高地塔了。我就从温泉这样咻，就是飞出来。然后我想说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继续走我的，假装没事。后来我想要尝试。都没有成功，就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跳的，超奇怪。这个墙应该多多少少也有问题哦。这个墙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墙应该多多少少也有问题，所以他这个就很奇怪，是绑到啊，他妈的怎么飞出来？不太合理啊，他应该会在墙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就算要飞过来，他应该会在墙边。好奇怪，这是个 bug， 这是个 bug， 夜叉有 bug， 算夜叉的 bug 吗？蓝朵 bug， 蓝朵 bug 吗？你在绑到不算，哎、欸，这很亏耶，这个人死定了，好奇怪。好，来最后一位，他说他的艾瑞会转弯，来吧，我来看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好，啾啾啾啾啾绑，哎、欸，停手啦，停手，好 ，OK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臭臭，这什么？等一下。我看了什么？怎么好笑？他的龙怎么转弯啦？什么东西啦？哇！我跟你讲，他有开导航，有装导航啦，有 GPS 啊，不是啊，这怎么长这样？他不是这样子吗？端一端一端，哎、欸，干！我突然觉得你们很屌，我真的觉得。为什么每一期都可以有那么好笑的内容？奇怪，你是怎么遇到的、啊？哇塞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多亏你们呢、欸！常常有饭，常常有人做不起来，真的好屌！我这知道是什么？他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歪掉了、啊？他好像第一时间就歪掉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龙第一时间，这个老虎啦，不是龙，这个老虎第一时间就歪掉了。你看。他第一时间就歪掉了，哇，好奇怪，应该跟多少跟欧米伽有关系，好奇怪，跟他显示的完全不一样，他显示的方向是往这里。传说有三宝，老宝剑宝一九九四宝宝。如果你本期有什么希望内容，欢迎记得在下方标记时间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